家人啊，二人二世人的居士的啊，怎样成为富人，怎样成为有钱，怎样能够富带翻转，那么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。那么什么是机会，也就是互联网的机会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快手平台，快手平台给我们最大的机会就是我们要学会对口人，抓住这个对口人的趋势，把握这次机遇，那么就能富带翻转，那么你就能成为有钱人，你就能成为富人。那么怎样来对口人，现在给大家对一个渴望啊，就是唢呐演奏的一个渴望。如果说你觉得你也能，那别忘了我点个小心吧啊，把红心点起来，未来我们鸿运当头。那不管你点不点，不管你赞不赞，在2024年我都祝你钱多事好，身体好，祝大家事事顺利，多多发大财。